与最好的朋友坠入童话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？2023年底，我们去了禾木村，这个被称为神的自留地的地方。有人说那就像是一个城市迷宫的出口，我们也是一样，辗转两地才最终抵达目的地。出发的那天傍晚，我们抵达了新疆乌鲁木齐，这里的一切仿佛更有烟火气。最具代表性的风景驿站大巴扎，让这座城市有着别具一格的文化特色。经过短暂的休整，我们与之告别，搭上雪国列车，中国雪都阿勒泰号。穿过广阔宽武的公路旷野，穿过崎岖蜿蜒的连绵山路，那里便是禾木了。这里的太阳与月亮星辰打乱了原本的时空，时间暂时停止，但我们的思绪却能流向遥远的过去与未来。此时我想，童话应该就是在这种情境之下诞生的。等一早天亮，我们走上禾木桥，漫步在树林当中，我竟然有些怅然。这些高大的树尚且可以在这里停留一生，而我却只能瞥见它漫长岁月的一瞬而已。但转念想过，当我被眼前的场景触动的那一刻，这样的潺潺河流已经从我的眼睛流淌进我的生命里了，不是吗？我们隔天便骑着马登上了哈登观景台。李娟在我的阿勒泰当中有这样的一段描写：我在半山腰往下看，再抬头往高处看，我看到全世界都是一场透明的倾斜，全世界都在倾向风趣的方向。我们站在两座雪山之间，望着山下的村落，望着远处的山林，也互相望着，好像在说，下次再来旅行也一定要和我一起啊。我们走下观景台，突发奇想，拿出祈福牌，写下心愿，挂在树枝上，祈求来年我们都能够平安喜乐，平顺坦荡。今晚便是跨年夜，我们互相翻看着为对方写下的明信片，一路上为对方拍下的人生照片，就这样安宁地等待时针指向2024年1月1日的零点。等到2023与2024正式交接，我们也点燃了仙女棒，庆祝新一年的到来。曾经发生在我们生活里的不顺利，就通通留在2023吧。